羡慕你嫁医生。 小凯啊，你跟小凯说好了没有？嗯，对对对，你吃饱饭再收就好了。嗯，你要找你爸。哎，给我。哎，小凯啊，你跟小凯说好了没有？嗯，对对对，你吃饱饭再收就好了。嗯，你要找你爸。哎，给我给我。哎，小凯啊，你跟。
OK， 放松。今晚来看大家呈现一下，那等下，我们可以进到里面稍微换装。